其次，我们看这四个人非常有爱心。爱心是什么？爱心是付上代价，非看到我所关心的事情，非看到我所爱的人得到更多的好处，我就不停，我都不放弃，我就不罢休。常常我念圣经念到这一段，我想想，假定我是抬担架的人，从远处满身大汗抬到门口进不去，可能我们就说，哎，老兄啊，你有眼可以看啊，进不去啊，不是我们不肯把你抬进去啊，算了，明天再来了，算了。怎么，弟兄姐妹，他们不放弃。不放弃是什么？爱心的表现。爬楼梯，哦，爬楼梯不是简单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以前在做医疗宣教的工作，不光是替病人诊治啊，也要开手术，也要抬病人，抬病人呢，平地抬，爬楼梯抬啊，都不一样的处境。更糟糕的就是他们四个人抬到屋顶上面去，他们假定跟这个主人家非常要好，熟朋友，那很简单，请主人家喊一声，哎，请让一下，请让一下，就有个通道，他们就进来了。可见这个家人呢、啊，对主人家呢、啊，他们是陌生的啊，不认识的。现在跟这个主人家又是陌生的啊，又要爬到楼顶，又拆他的屋子，那不是个可笑的事情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念圣经，有时候我们细细的想啊，想到很多的这个细节啊。他们不认识这个主人家，又要挖一个洞，可能还要需要讨价还价，是我们是有这样的困难，那我们挖一个洞把担架给坠下去，那待会呢我们给补回去，补不回去怎么样啊，我们可能要赔你一些钱，这些讨价还价。弟兄姐妹，非看到这个人能够被带到耶稣面前，他们就不放弃，爱心的表现。在人世间，我常常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，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一幅美丽的图画，恐怕有人看过。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做妈妈的，一只手拿着一个塑胶碗，另外一只手拿着一个塑胶的调羹，碗里头剩着一些稀饭啊、碎肉啦、等等。这做妈妈的一边追，小孩子一边逃，儿啊儿啊，你多吃一口饭呐、啊，拜托啊，多吃一口饭呐、啊。人世间我常常看到这美丽的图画，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啊？有没有看过？我常常在旁边看，越看越烦。他不吃就算了吗？哎，后来待到我做新爸爸，我太太做新妈妈，我就不这么想了。非看着我的小孩多吃一口饭，我就不放弃。为什么？分别在哪里？爱的表现。弟兄姐妹，常常我在主日崇拜当中传这个信息，我说我们要有信心，对耶稣有确实的信心，知道耶稣一定有方法，但是我们也要尽我们的可能，想尽方法做好。常常有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有的明白，也有的不太明白，我就常常举一两个例子，可能会有一点帮助。这个当中恐怕许多是做生意或者是跟商业有关系的这个行业。你在年终结账的时候去年2006年结账的时候，神啊，你看我这个今年的生意不是太理想2007来了这个求父神帮助我这个生意做得好。神啊，你知道我在十一奉献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忠心的，那我下面好看一点，你上面也不错啊，所以呢求父神帮助我这个生意做得更好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祷告完了你去睡觉吗？不是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有祷告，有信心，但是你也靠神给你的聪明智慧，非把这个事情生意做得更好，你就不放过。买什么卖什么收什么放什么，这个你比我懂。想尽方法，我看有些弟兄姐妹，你明白了，
我看还有一大部分弟兄姐妹不太明白，我再举一个例子。在座当中有哪几位你是做学生的？哇，不少哈。在座当中有多少你做过学生的？做学生最怕什么？最怕考试。其实不用说学校的考试，你在这个 driver's license 驾驶执照的考试呢，主啊，你看我是基督徒啊，下礼拜三这个考第四次了啊，我再考不过，我下面不好看，你在上面也难过啊。许多非基督徒同事同学看到我，你看基督徒考第四次，他们的神也不帮助他。求父神帮助我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祷告完了你去睡觉吗？不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有信心，但是你也祷告求父神给你聪明智慧，从上头来的聪明智慧，把事情做好。非看到你的事情做好，你就不放弃不罢休，想尽方法复习，把这个工程式啊、方程式背熟了哈、怎么样演算啊，把这个理念弄清楚，驾驶向前向后的。我看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明白了，可能还有几位不太明白。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哈、在这当中可能有弟兄或是姐妹做这样的祷告，说神啊，你看我多年下来就是一个人嘛，求父神给我机会呀。父神是非常仁慈的父神，一下子机会又多起来了啊！天父啊，求你帮助我做一个决定，究竟是 A 呢还是 B 呢？还是 你懂我说什么吗？假定现在你还跟不上，你就无药可救了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祷告完了你去睡觉吗？不是，想尽方法把这个事情做好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为着我们的生意，为着我们的前途，为着我们的学业，为着我们的婚姻，为着我们的健康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是基督徒，但我们想尽方法求父神帮助我们。今天许多的教会，许多的信徒，自己的事情想尽方法做好，可是宣道的事情、传福音的事情、教会的侍奉，我们有祷告有信心，祷告完了就睡觉了。求父神帮助我们，非看到我们宣道的事工今年比去年更上一层楼，我就不罢休。非看到我的奉献今年更比去年更讨神的喜悦，我就不放弃爱心的表现。